The Shuangxi character, a symbol of happiness for the Chinese, has long carried a twin meaning of joy and felicity. Legend traces its origin to Wang Anshi, a prominent official and scholar of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950 years ago. On his wedding day, he received the exhilarating news that he had passed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Blessed with joy upon joy, he added an extra Xi character to the one already written on red paper, thus creating Shuangxi, meaning double happiness. Ever since, that character has graced Chinese folk culture. Wang Yanping 曾经是中央芭蕾舞团的首席女主角，在80年代，我是我们团的台柱子，演过很多经典剧目。就我一直认为艺术是贯通的，舞蹈对我来说是一生的功课，但是双喜文化让我对艺术有另外的方式来延续我的艺术生命。就我收藏的这些物件也见证了历史的传承，社会的发展。喜就代表中国人的一个符号，中国人结婚就是物件上用喜，车上，你门上，你哪儿都得贴喜，所以一直传到今天。90几年的时候我碰到了这个喜，是因为有一次在潘家园在那闲逛，完了我突然间看到那个柜子里有一个玉坠儿，我说哎呀，这怎么这么漂亮呢？在我眼里就这一个字是两个人在跳双人舞。我被他着迷了以后，从此以后就开始了我的收藏之路，一直到今天。就是好像跟喜有吸，像个吸铁石一样，你在找对方，对方也在找你。所以他还是跟我有缘，所以我才能做了整面墙的这个戏。那个我觉得是应该是2014年就在昆明。那段经历特别有意思，是我就是在飞机上看到一个报纸，工厂要倒闭了，要卖掉这个。下了飞机我就匆匆忙忙就去了。后来我就跟那老板说，要不我都给请回去吧。对我来说，每次我见到他都是有温度的。11岁来北京上学，我就靠这个脸盆洗脸刷牙洗衣服，因为上个世纪80年都是靠搪瓷，有杯子有碗有盆有盘，现在人不怎么用了，但是那个时代是一个特别火的急缺品。它对我来说就像一个艺术品，因为每一个时代它所呈现的不同的美，比如说百年好合，鸳鸯，都是祝福人家幸福甜甜蜜蜜的过好一生。那这个结婚证它的整个社会的变化，经济的变化，人的变化，它也接受西方的东西，丘比特它都在里头，我觉得反而就显得更美。现在的结婚证可能就比以往的要简单多了，因为我们现在无法复制过去的结婚证，那个结婚人、证婚人、主婚人没法有过去的这些礼仪这样的东西了，还有他们的才华、他们的那个设计理念，现在都无法超越。2016年去的俄罗斯收藏展，我看到很多外国人对中国文化是特别喜爱，都激动的每个人拿起来戴啊、试啊。俄罗斯外交新闻发言人扎哈罗娃，她的女儿也戴上了，特别可爱，那种激动，那种欢喜。她虽然是小物件，我说她大情怀，就是民俗的，就是世界的。为什么我们不同的民族，她看着喜文化，她还那么喜欢？你是不是？
骨头帽是母亲她亲手缝制的一个帽子，她都像一个设计师，她的才华都是从血液里流出来的，是中国根深蒂固的文化。她是为了孩子，她一针一线的体现出所有的爱都在里头。有的孩子他身体不好，他就做了很多吉祥的帽子，他有的孩子想考状元，他就做了一个状元帽，每一个帽子都是不同的。那个时候的这创造能力是你无法想象的，这么多这么多的最传统最接地气的这些造型，现在没法再去复制。七八十年代那时候的镜子特别有意思，我特别喜欢是每一个就单位的人，他为了这个新人的祝福，一个人交一块钱或者是多少钱，我觉得那个是特温暖的。那个时候可能我们的经济特别匮乏，但是这个爱的分量特别大。其实我收藏是不管是床也好，桌子也好，凳子也好，只要是带喜字的我收藏。但是我很喜欢这喜床的原因是因为它雕刻的很精美，它是一个寿五个喜，有很多很漂亮，但它没有喜。对我来说只要是有喜我才能给请进来，我就希望以后能把这个喜文化能传承下去，能让更多的人更多的国家都看到它。我希望可以保护它，但是还要推广，还是要靠大家的。我觉得我可以做一件事，就把它散落在中国各地不同的角落，我给它汇集在一起，这是我的任务。老的物件经历了时间，也承载了故事。喜文化世世代代要传播下去，推广和发展下去。